今天呢，是我们的光明灯校在法会哈，然后我们送这个普门品，但是呢，我们开示的话，我们还是继续去讲这个什么《阿弥陀经》哈。我认得在座的有些信徒们，礼拜天也有来参加法会，所以你就继续听。所以如果你想继续要把这个《阿弥陀经》听完的话，每一次的公修法会，还有这个消灾法会，要不要过来呀？要，你这样子呢，就是整部的经呢都可以听完哈。那我们呢，今天继续讲，大家有这个课诵本在手哈。那我们上一次呢就讲到，在阿弥陀佛哈这个国土里面哈，然后呢就是有他的有一些的声闻哈，这些声闻呢都是已经真的大阿罗汉，而且有些是大菩萨哈，在那个在极乐世界呢哪边呢去修行，大家可以翻去第七页哈，看着经文可以比较清楚，还有了解。而且呢是非常的多，而且呢都啊，我们知道极乐世界呢是这些声闻大阿罗汉，还有大菩萨。诶，如果呢我们这些众生哈，众生，要有一些人是从净土法门，他念佛哈，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是怎么是？那他生到哪里呢？是怎么样的情况呢？那其实呢，就是说他说哈，阿弥陀佛在，众生生起这是阿毗跋致哈，我们知道阿毗跋致它的意思呢，就是不退转的意思。哈，所谓不退转呢，就是你生到哪边的这些众生的话，他不会再堕到三恶道，也不会升到人道跟天道，他一定是在极乐世界那边的。我们讲过极乐世界有没有三恶道？当然没有啦，为什么？因为那边呢，无有众苦，但受诸乐，什么痛苦都没有的，只有快乐哈。那所以的话，他们升到哪边不会退转，然后一直呢，在这个西方极乐世界。而且呢，他说哈，这位佛陀跟我们讲了，其中哈，就是多有一生不处哈。那所以呢，阿弥陀佛跟我们讲呢，哪边呢？就是说是有一些声闻的大阿罗汉呢，然后一些的大的菩萨，就算呢生在哪边的众生的话，说一生是什么意思？就是再来这个人间一次，在成佛之前哦，一生哦。补处呢，我们可以讲呢，就是什么 waiting list 哦，好像那候补理事啊、候补委员这样子哦。那所以的话，在哪边极乐世界的众生，就是住在这个成佛补处的这一些呢，他们呢是非常非常的多哦。那所以呢，都是排着队，对哦。他就是再来一次之后就成佛了。那所以呢，这些呢众生非常非常的多哦。然后呢，没有办法能够可以算得出来的。那所以呢，如果听到这样子，我们一直在讲从极乐世界的种种的一种的庄严哈，然后的话也是跟着这些大菩萨呢、大阿罗汉一起在修行，而且去到哪边呢，也不会退转，也不会有什么的痛苦哈。然后呢，就是生活，就是整个环境都非常很好的，而且在哪边呢，不是在就是享乐，他还是会听闻佛法。鸟呢，这些不同的鸟呢，还会演说这些三十七套经给我们听哈，甚至于说这些宝幌啊、杭树啊，这风一吹过，都让我们升起这个念佛、念法、念圣的心。我们去想想哈，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就是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你呢要好好去修行。譬如说，今天呢，你们想回来参加这个光明灯消灾法会，容不容易啊？哎呀，我要跟家里的人呢去安排好哈，我的孩子啊，还有他们，哎，12点多他们的 lunch 啊，或者是说呢要载他们回来要去上什么课，你都要先安排好，对对。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会有很多的一些逼迫哈，不管是在家庭呢、事业、工作上面的，你想好好去修行，容不容易啊？不容易哈，在家里哈，你想安心坐下来去念5分钟的阿弥陀佛，容不容易啊？你的心呢，可能就跑掉了。对，可能一通的电话啊，现在很少电，现在可能手机哈，它一个 signal 一来，或者一些 WhatsApp 或者 Line 的一个 message 的话，你的心呢就跑去哪面？
那所以呢，是有很多的一些我们生活在这个世上，有很多的一些的，让我们的心呢没有办法好好去安住去修行，而且呢，甚至于说遇到一些的人啊、事啊等等的话，让你说升起很多的烦恼哦。但是你看哦，去到极乐世界那边那么好的一个环境，然后呢又有很多的大善知识，也听阿弥陀佛呢在说法哦，让我们的菩提心呢也不会退，只有增没有减哦。而且呢，我们之前讲哦，阿弥陀的意思是无量光，对对，无量寿。我们都一直在这个佛光的照耀之下，而且呢，我们的寿命呢跟阿弥陀佛一样那么长。去想一想，我们知道在极乐世界的众生是莲花，好，莲花化身的，这不同我们哈，我们呢就是父精母血这样子，我们在妈妈的肚子一天一天长大了，然后出生呢就要面对这个生的苦，对的，生老病死这些苦。但是极乐世界的众生，因为他是莲花化身，所以他没有生的苦，有没有老的苦啊？没有老的苦，有没有病的苦啊？也没有病的苦哈，更不会有这个死的生老病死，他都不会。那所以的话，阿弥陀佛跟我们讲那么那么多了，我们应要不要发愿去啊？他说呢，众生闻者哈，应当发愿，愿生彼国，要不要啊？要那么好的地方给我们，可以那么清净的一个地方呢，去好去修行哦。而且呢，我们的菩提心也不会退的。那这样子的话，那么好的一个情况，当然我们要去了。那这里呢，再继续讲，他说呢，为什么要什么我们要去？但于如是诸善善人聚会一处，我们刚刚所讲哦，在极乐世界的众生会不会？会不会有什么让你升起贪嗔痴的？不会，也不会让你升起烦恼。在我们这个世界哦，你的家庭哦，你的同修啊，甚至说你的孩子，会不会给你烦恼？会有哦，好，从小 baby 呢就开始挂碍到哦，然后呢，家庭的哈，工作上面跟你的上司、你的主管呢。然后呢，跟你的同事会不会，甚至跟你的属下哦，然后的话都会产生一些的烦恼哦，工作上面呢，意见上面的不合，甚至说呢，国家带给你会不会一些烦恼？会哈，也会带给你一些烦恼的，甚至说这个社会上面哈，所以的话，哎，在我们身边的话，你觉得他们是不是善人啊？在你来说，他们哎都是让我呢觉得烦恼的人哦。那其实当然我们可以转个角度讲哦，他们都是我们的什么善知识。但当然，如果是跟极乐世界的话，这些诸善善人呢是不能够比的，因为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些呢都是声闻哦，也是真的大阿罗汉。我们知道呢，在修行哦，这个在这个声闻呢，他从就真的这个。出国哈，就是去到韩国的时候的话，他要七次往哎七次哈来到这个人间哈，然后呢，到一直到三国的时候的话，阿那含的时候的话，他还有一次，但是之后呢，他最高也只能够呢证得这个什么，只是能够呢证得这个阿罗汉果哈。那所以的话，这些声闻呢，最高呢也是能够证到这个四果。那些大菩萨当然不一样，我们说菩萨的话，他就是什么？他就是要救度众生的哈，去这个去帮助我们的。那既然在极乐世界哈，都有这些诸善善人聚会一聚，在我们身边都是一些大善知识的，然后让我们呢能够精进学习的，能够让我们学习佛法，甚至说呢，大家呢。讲，然后呢，去了解，哎，怎么去呢？去度十方他国的一切的众生哈。好了，接着呢，舍利弗呢，就阿弥陀佛在讲哈。接着呢，就讲舍利弗不可以少善根福的因缘。我们常常都说哈，什么叫善根啊？有没有人这样？哎，师傅，你帮我看一下哈，我这个孙子哈，我这个孩子有没有善根啊？有没有？什么叫善根啊？就是很善，我们知道是什么，是很纯正的，然后是很纯净的，而且都是好的，对对，善嘛。根的意思，一个树根的意思是什么？根呢，就是一个的，它的一种的根本，
对对，它呢有一个很好的一种的根本呢，甚至于说呢，就是说能够可以让它呢去慢慢往上有生长的一个意思。那如果呢你那个根呢是不好的话，你怎么能够可以往上生长呢？所以这个三根呢就是一些我们说好的一种的根气，甚至于说呢我们可以说呢这些三根呢其实去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三根是一种因，对不对？然后这个福德呢就是一种缘呢，这个三根福德就这种因缘呢我们才能够得生。然后那我们怎么培植我们的善根呢？在西方极乐世界的话，当我们要往生哪边的话，第一个的话一定要发这个菩提心，我们要发菩提心。第二个的话我们要去，那就是说念这个阿弥陀佛的这个名号很重要。然后呢这个福德的话，当然我们说福德的就必须要呢你去要读诵一些大乘的经典呢，甚至说孝养父母，这些就是一些的好的事情，对这个对家庭呢，对父母呢，甚至对你周遭的一些周遭的一些人呢，都能够做一些好事，说好话，存好心，这个呢就能够培植我们的一种的福德。那去到呢这样子的话，我们才能够呢得生到就是这个极乐世界了。然后再问啊，舍利弗，如果有三男子三女人听到阿弥陀佛执持名号，什么叫执持名号啊？就是你口在念，但是你的心呢也是在想，而且呢意念不忘，不是说现在才会去的。我们去我们刚刚所讲在家里你要安静坐下来念五分钟的佛的其实也不容易。为什么？我们的心啊实在是很散很乱，念不到几句呢就会想起我还有一些什么事情还没做，好，念不到几句呢我还有一通的电话还没回，所以我们的心呢就好像譬如呢他们说我们的心好像什么猴子啊，那个猴子是什么？到处跳来跳去，我们的心在一时这样一时那样一时怎么样，所以呢我们的心呢没有办法安住在哪里。但是如果我们的话听到阿弥陀佛这个名号，我们直指的意思是什么？我们刚所讲你口在念心在想，然后呢意念不忘，一直呢都是这个佛号的话，把你的心安住在这个阿弥陀佛的佛号上面的话，你会不会散乱？不会。我们说直指就是抓得紧紧的，丝毫呢不会有一些什么妄想升起的。那所以其实我们如果能够做到我们的行住坐卧我们都在念佛的话，那你的心会不会散呢？不会，你都安住在这个佛号上面。那所以马上有师姐说很难，就好像现在大家坐在这里，你们的心在想什么呢？师父，我们的耳朵在听你在讲这个开示，但是你的心呢有没有在啊？可能有在也可能不在，或者有时在有时不在，对对。所以呢我们是不容易把心，不妨呢大家呢以阿弥陀佛持诵这个名号，把心安住在上面，让我们呢能够呢的心呢不会受到外面的一些的情况影响。很多时候受到外在的一种因素影响，我们就会升起一些的烦恼，升起一些的贪嗔痴。所以如果你若一日二日三日若四日若五日若六日若七一心不乱。好，哇，有人呢就问了，对呀，没错，我听闻阿弥陀佛的名号，我自己呢也有持诵支持这个名号，然后一日或者是一天两天甚至七天的话，你一心不乱的话，临命终时，他说如果过了七天我还是一心呢都不能不乱怎么办呢？那我就不能去啊。其实呢它是一个数字，有可能有些人是一天，对不对？有可能有些人过了七天，它的重点呢是告诉我们呢，就是说在我们的一个行住坐卧也好，在我们的一个
无时无刻的话，我们都是有这个符号了，在我们的心里面哈，这个非常的重要。由于呢，譬如说呢，有些人可能一天甚至2天到7天哈，他一心不乱，他一心不乱的话，如果你念这个符号有点功力的时候，可能你不到7天哈，一天2天你就可以一心不乱。有些人在打佛七，我相信大家。有些呢，信徒们都有打个佛七哈，哇，练完1天2天之后，整个佛号呢，阿弥陀佛的佛号都在你耳边哈，一起就。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样一心不乱，当我们呢在离开这个世界，快要到最后一刻要离开的时候，然后呢？这个阿弥陀佛呢，就会与众生中呢，在这个人的面前呢，就能够，而且但是他要心不颠倒哦。一个人快要往生的时候，他会不会颠倒啊？为什么他会颠倒啊？他可能很多的东西，他所做过的一切呢，我们说好像那个录影机这样，就全部在他脑袋呢，就会呈现出来了。可能突然间想起来啊。我曾经对某一个人哈，就是伤害过他，想跟他说对不起。在这个时候，你有没有力气讲？没有了，就觉得很遗憾。或者说，突然间你想起来，有人对你不起哈，你还是呢有这个嗔恨的心，哪里有带着个嗔恨的心去哈？所以呢，很多的一些圣经说，你放不下你的孩子呢，你的家庭呢，你的财产呢，你的金银珠宝种种，甚至于说我一手创立的一个的我的一个事业王国哈，你什么都放不下的时候，你这个就叫做颠倒哈。那所以呢，在你命中时呢，你能够可以呢，心不颠倒。我们说这种颠倒，除了刚刚所讲的话，在我们平常，我们会不会颠倒？我们会颠倒。我们认为呢，佛陀告诉我们呢，吼，这个是苦的，但是我们认为是快乐的。佛陀呢，告诉我们呢，是不净的，我们认为是净的，吼。而佛陀告诉我们呢，是无常的，我们觉得它是常的。佛陀呢，告诉我们呢，无我的，但是我们认为是我有我的。那所以呢，这个在我们平常都已经对这种的颠倒，更何况呢，在临命终时呢，我们的命根哈，最后一口气不来的话，我们就离开了。当我们离开的时候哈，离开的时候。到底你要去哪里？你平常的话就要多做功夫，哦，多做自，譬如说你是要修净土法门的话，平常呢就要做这些功夫了。所以刚刚所讲呢，不可以少三根福德因缘，要发菩提心呢，你要念这个佛号，而且要做好事，存好心，说好话，这些等等，甚至说临命终时呢，你心不颠倒，其实这些都是告诉我们，平常就要去做功夫。既然你相信有西方极乐世界，你既然是相信阿弥陀佛呢，在哪边呢？在跟我们在说法。既然你相信极乐世界种种的一种的一种的庄严，甚至于说呢，我们在哪边的生活，我们可以甚至于说可以跟那些诸山善人一起的话，你相信之后的话，你呢就要去培养你的三根福的因缘哈。然后呢，你也就是平常呢就要。不要颠倒吼，到你临命终时的话，当然的话，你就必然是可以得到阿弥陀佛呢，还有他其他诸圣众这品，这些大阿罗汉呢，甚至于说菩萨呢，这些的话，就在你面前的话，他就会让你呢，带你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即得往生。什么叫即得？这是马上。哦，不用等哈，不用再一个等，等什么时候？如果是这样子呢，记得你就往，马上立刻呢，就可以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那边了。所以的话，从这里的话，我们这样子想了，我们应该要不要发愿啊？应当发愿生彼国土哈，大家要不要发愿去西方极乐世界？有点头哈。我也相信哈，在座有一些是他是专修这个净土法门哈，所以很多人都说这个修这个净土法门，因为他们觉得这个娑婆呢，这是我们现在哈生活在这个世界不好修行，
太多杂事让我们没有办法安心，但是去到极乐世界那边的话，让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环境，环境呢对我们的修行呢是有影响的，一个清净，一个让我们的话没有起那么多的一些的烦恼了，让我们能够更为专注。所以不少的人呢也是受这个净土法门。而刚刚呢跟大家讲，从这个它硬体呢甚至整个环境呢就已经告诉我们要培养，还有再进一步呢是这个三根福的因缘呢，还有呢这样子的话临命终时的话就能够心不颠倒，就能够记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世界那边。那所以从讲到这里呢，在下面呢就会讲到赞叹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功德，就开始讲东方南方西方北方还有下方跟上方的这些佛，那这个呢我们留在下一次呢再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好，有一件事情宣布，就是我们这个礼拜天，就是我们一年一度的这个清明法会，我们会礼拜这个慈悲三昧水忏一部，如果你还没写一些超荐的牌位给你的祖先呢，或者说往生的一些的朋友啊等等呢，大家呢可以用过五斋之后呢去我们服务台那边登记，也方便我们文书在作业，否则的话你礼拜天很充满很挤的话，你要哇一挤的话，你可能你的称谓也写错，名字也写错，然后呢你又很挂碍这样子，你要挂我那么挤这样子才写，会不会没有帮我上这个牌位，你更挂碍。所以的话大家在今天用完这个五斋可以上来这样子写的话，你呢就放下一件事情，好，你请你的一些就是说往生的人来到这个我们这个坛禅，这个纳受这份的功德，我们也要有点诚意吧。你请人吃饭总不能你打个电话，我现在请你吃饭你马上过来，不会啊，我们一份诚意当然是要提早邀请，然后呢送上这个邀请函嘛，对不对？那所以如果你还没写的话，就用过五斋之后可以到我们服务台那边登记，好，请大家慢慢站起来，把这个课诵本呢传到最后面的一个拜殿，慢慢站起来。我们在称念这个佛光四句偈之后呢，就可以到五官堂那边呢去用这个五斋，好，大家请合掌。慈悲喜舍遍法界，惜福结缘利人天，常尽戒恨平等忍，常会感恩大愿心。阿弥陀佛。